签好，不要偷懒。是的，赶快签好，不要偷懒。想偷懒？咦，我身上怎么多了两块这个啊？这两格是怎样？是还没有补回去吗？屁啊！我在看，我在看别人的记录，还可以回顾我刚死掉的过程呢，太有趣了。还有第三人称视角，哇，这里有面包，拿面包来吃。有地上一堆的那个，看一下能。啊，算了，我去做点悠闲的事好了。打死你们！怎么要你要去盖铁路是不是？不是钓鱼。好诶，钓鱼没水准，钓鱼很没水准，钓鱼很危险，跟你讲。一直按右键，没事就按到自己的宠物哦，然后那个牵绳就掉了。哎呦，枯工，没水准。哦，小白，我找到小白四号了。小白四号，钓鱼没水准。不行，这样不行哦。不是不行，波波这样不行哦。还讲错人，不行哦，行哦。我要去挖一下铁，我发现没有铁，对啊，没有铁根本就没有办法再玩下去哦。从采石场往下挖好了。铁的话，重新开始，别的小白石头铁就好上来。小白石头，加油了！拿一下煤炭做火把。遭遇苦力怕，小心！铁的，赶快打死啊！好了，小心石头弹。还有观众想要，还希望说你们在死前要讲个有遗言。我遗言哦，刚刚都不说、欸、哦。二十号。这里面还有一组啦，还有一组的铁、啊、还没开始，可以做，还可以做个两个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可以的。所以你们是觉得他会死那么多次的意思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啦，已经建立他会死很多次的意思。不要钓鱼啦，钓鱼好废哦、喔啊。你要做点有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，好不好？那我去刚才来挖铁啊，来挖铁啦，来挖铁啦。真的，我先放个东西。不行，可是一群挖铁中，没中，睡、欸、哦死了 ，good， 空手打掉一勇一双，我了，见了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哦，我要回去看了，等一下，崩破的吗？我打到我的羊了，好恐怖、哦，崩破了，你掉了，哦，他是那个啦。哦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莫名其妙会要死了，用那个啦。对啦，死了，反正死了。小心点。怎么样？风破的已经消失了。我掉过了吗？你知道没关系，我刚才没睡嘛。啊！破掉了。夜刚白天呢、欸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有人说小白四号、欸、巧克力你要掉了是不是？没有，那刚签滑掉了，那不算啦。好啦，不算不算不算。不算那风破来，风破来！等一下，那个、算了我自己的东西还没有收好，那个才签一下子而已，东西还没有收好。对，走了。小白知道多可爱，就在我旁边戳，不要戳他血量已经扣了，动不动就要死了，动不动就要死了。哦，我把东西拿回来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Lag啦，Lag的关系，你在不知不觉中就走太远。对啊，你不能走太远，他会走太远，他会Lag一下，然后就会断了。为什么你铁站放这个地方，然后这样我没有办法挖起来啊？谁把它挖起来一下？那个纸片在附近吗？哪里？这个哦，好啊，丢得风破，我们还要自己放哦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楼梯走到死心台？小白刚刚又摔了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大家绳子没办法放楼梯，因为有没有回复药剂？我好害怕。你的小白，你还没，我现在浑身在发抖。我觉得你改去牵牛好了。他自己蹦蹦跳跳在那边扣血，为什么？风破，难得你今天身上没有亮亮的耶。我好久没看过你的 skin 了耶，风破、哎。原来你长这样子啊？对啊，风破，原来你长这样。以后这样都这样穿啊，这样比较好看。终于现出本形了，你这样子帅翻了。我好久没看到你的 skin 了。来了风破，我们好久没看到风破死亡的讯息了。对，对啊，这个要后置一下。每个人都会去死。我需要观众提供我那个悲伤的 BGM。然后从四个角度。哎，你旁边有补起来了吗？哦，旁边、欸、对，我旁边忘记弄。可是我没有玻璃。
OK 的啦。那先用泥土挡一下啊。哦，我走了。你走了。哟！有游戏经验。哇哇，那个剑吸的好快哦！七等七等，有有有。耶、yeah, ！还有我最太好笑了吧？太好笑了！我们继续去挖铁啦！我才下去没几步就回来了。我是说真的啊，这个真的很容易，很容易，真的很容易。所以我说超难的哦！我要钓鱼吗？你已经是最后一个，你已经很强了。我决定我还是去钓鱼好了。这是谁的？哦，这是小白兔。哎、欸，我要找谁哦？残血的小白兔四号。他不会自己回血吗？我不知道。回。那我去外面找一只猪猪回来。动物不会自己回血吧？动物不会自己回血啊，不会啊，好烂哦。只有宠物会而已。那我们就把它训练成宠物。好好笑哦，我们现在在缓慢的往下推啊。猪猪你在哪里？猪猪 2.0。你现在只要看到有邪货都觉得有点恐惧。猪猪 2.0，我现在要慢慢把我的那个东西全部拿回来。不喝蘑菇汤。猪猪，我也觉得邪货很恐怖哎、欸。不是，我觉得那个才最恐怖吧。那个一下之后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东西就掉光光了。有啊，很恐怖，就要去死。哎、欸，有一个是牵小白兔，牵鸡是小孬孬的行为。这也没有鸡啊。我忘记哦，刚这一个是放。等一下，这下面是峡谷哎、欸，不能跳下去哎、欸。拜拜。去玩啦、啊。对啊，牵只小白兔好了。兔兔过来。啊。哦，你是我的了，走。这里不行了。兔兔过来，走。你居然敢牵兔兔？兔跳，用力跳！你什么纸片牵兔兔哦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兔兔这么强，对不对？纸片会后悔。我看这跳跃速度，这跳跃速度比猪好太多了嘛？是不是？走走走走走，来，兔兔会不会游泳？会，顾得，兔兔会游泳。继续往下挖，继续往下挖，要挖到铁还不容易耶。你那边不是峡谷吗？可是峡谷你不敢跳下去有什么用？对啊，所以我意思说你还继续挖哦，就是挖旁边呢。哦哦，哎，兔子其实很厉害耶，他很会走路啊。我截图是不小心截那个截到的啊，又不是我自己就要截图。等一下你就知道他调皮的一面了，真的、哦，什么东西调皮的一面？兔子调皮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羊为什么要卡在这？起来哦，猪走，起来哦！没有敏捷的行动力，主人该去那个被铁针摔喽。对啊，铁针正在想你喽。你的羊真的是铁针在想你。哎、欸，对，这里游戏好难玩啊！为什么不用马？马血超多的哎、欸。兔兔为什么不动了？不会累个了吧？他怎么不动了？我跟你讲，不动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哦，好危险哦，好危险哦！他动一下好不好？拜托你过来一下好不好？羊，玩小玩耶，一步一脚印，慢慢来，走，慢慢来。兔兔，你升血了，兔兔，你走好不好？走哦，走过来了，他终于动。兔兔，太高了，你会死。哎，等一下啦，你不要推我的道路，你为什么要过来跟我挤？一步一脚印，兔兔，哎，你为什么要过来跟我挤？借用一下嘛。我也挖到峡谷。对啊，这里的峡谷我根本就不敢跳下去啊！兔兔，那个，我补起来，别下去。兔兔，我们上来好了，不要找我们修工。那个纸片过来啊！你站在鹅卵石上面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事，我要走了。兔兔，我们去我家好了，我从我家开挖好像比较好一点。唉，怎么样？你们挖到了？不是，哎、欸，是有挖到铁了。只是在感叹这样子弄超级麻烦而已。很有趣、欸，我觉得这集蛮有趣的。我觉得好痛苦，很痛苦，我也觉得好痛苦、喔。莫名的一集啊！住走，很会跳嘛。我本来都29等，然后我还要去附其他魔。你29等出来才掉7级出来哦、喔。他只不过掉那样子的级数而已啊。我也21等啊，我也21等、欸。哇，你们的经验值都在我身上哎、欸。Good。先死有好处哎、欸，先死是有好处的。哎、欸，没有火把了，我铁镐都挖爆了，挖到了，那边有煤炭呢、啊，还是一样啊，不，一脚印，慢慢来，走啦，狗狗，他们都说要做那个用马，要啦，不要马太大了啦，马太孬了啦，好不好？大了，第一孬就是用马，第二孬是用鸡，兔子，
欸，不是兔子，鸡鸡鸡啊，鸡会飞，鸡不怕摔死。大概是啊，你圈鸡怎么跳都没关系。哎，有煤炭哎、欸啊，我们竟然没有煤炭。可是鸡摸两下就GG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找到煤炭了，才一个。我这里有煤炭啊，你可以过来找我。好啊，那我再去那个可怕的地方一次。我这里挖到很多煤炭，目前还没挖到铁。走 ，Go！ 我现在只能跳退走，然后以防他。兔子，兔子，兔兔，兔兔，慢慢跳，跳两格，一次跳一格就好了。一次跳一格，一次跳两格，我心都停跳一拍了。一次跳一格，一次跳一格，一次跳一格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纸片来了，煤炭丢给你。来来，兔子，兔子过来，通通丢给你。一格可能就会扣血了，都丢给你，36格。好，一格。哎哎哎哎哎哎。哎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不要大叫，以为你掉了。哎哎、欸欸、啊！有人吸到了，你要跟我一起挖吗？是一个、欸、挖啊、哦！你这边是安全的吗？你往其他地方挖好不好？我们一直往下挖。那往右边。我觉得我要赶快把这边的那个树，树树自己来啊、哦！我就不管你了、哦。有两个生字片哦。我觉得纸片，我以为、哦、我没有，我一直以为纸片的会要断掉了，正在看着纸片说。怎么不会断啊？纸片赶快断啊！我兔子这么厉害 ，OK 的。兔子很会掉，在讲什么鬼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要下来！不要下来！兔兔，不要下来！挡住！挡住！他掉下去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纸片的兔兔好像要掉下去摔死了。还没，还没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帮他做楼梯了，没事，没事 ，peace， peace， 要相信你，你那里有自然洞窟是不是 ？peace， 你那里有洞窟是不是？有洞窟，有洞窟。好好好，我挖过去，我挖过去。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我的羊比较肥，所以要两格，你那一格我都过不去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是聪明的兔兔啊 ，good。我回来了，真可惜。这个危机处理站，小峰上面的铁就给你啦。好啊，好啊，挖一下，不敢上去喽，已经不敢上来了，不要这么孬嘛，好不好？我就是孬，怎么样？不想再死啊！反正都没有什么经验的，算了算了，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哦。啊，这个洞窟就这样没了，烂啊！这么快就没了？对啊，没了。那我跟你下去干什么？你可以再上来啊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、欸，又挖到一个新洞窟了！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哎、欸，又有新洞窟哦，又有新的、欸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过来，过来。哦，这个是那个啦，是、啊、什么？峡谷，峡谷。哦，峡谷很危险呢、欸。我刚才也挖到一个峡谷 啊、這個、啊，不想用。不过没有，我是到，我是从峡谷的底、那個、去，就我可以直接走在峡谷的最下面的、那個，不用再跳下去了。你那个小心上面掉下来的苦力怕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了。有啊，你还可以再被铁针压一次，你还可以死。如果你被炸死，还要再被铁针压一次、欸，哎，哦，就死两次就对了。对啊，對死要死透。哎，对耶，死透透。应该弄个，应该弄个防弹啊，真是的，死透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差点打到我自己的羊。哎哎哎哎，哎呦，绳子还没断，还没断。没死嘛，超惊险的，超惊险的羊就自己跳下来了。绝对不要让那兔子跑去岩浆区、那个脸好恐怖。决定不挖铁了，我要直接去找钻石。不管了，就不要挖到一个岩浆，然后兔子就跳下去。兔兔，不要累个了，飞快一点，真是的。飞快一点，我都不知道原来兔子是会飞的。瞬移的、啊，很兴明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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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今天兔子会瞬移哦，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知道。昨天网络比较不好。我以为只会狗有瞬移耶，你的兔子也会瞬移哦。它也很厉害。猫咪也会瞬移啦。对啊、嗯，还有安德会瞬移啦，兔子很厉害的。哇、哦，羊走，不要傻傻的，好不好？羊本来就很傻啊，你看他的眼睛都是往旁边凸的吗？对啊，他是斗鸡眼，那个不是斗鸡眼，那个叫做什么？是叫血轮眼，血轮眼，血轮。我扯太远了，眼睛是外八的啊。我不敢往这边走，这边就是峡谷。好了，狗狗，兔子下来。走走走，拜拜了。纸片继续往下挖喽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钻石是第几层啊？15以下。OK， 9到10 11。你在11左右啊， 11 12，听说蛮多的。Okay. 好。13。好，就这了。好痛苦哦。
多多走喽，多多我们又挖到个新洞窟了，莫名其妙。莫名其妙，会不会这里有钻石呢？这个位置很不错哦。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挖到洞窟啊？双洞，看一下有没有钻石，因为他想要找有怪的洞窟。钓鱼，钓鱼完全没有钻石，完全。狐狸怕，快去攻击纸片。太远啦，攻击不到。我又挖了，我挖了这么久才七个铁，那个产量略减。你没有用幸运哦。那个是因为没有，那个没办法用幸运啊。铁没有办法用幸运，铁不行、哦。那是因为我们没。